我是 Apple， 今天是2017年6月22号，新竹人站10:05首拍摄3317次。今天我频道线口潮州的也有500型，也有576，我接话架也有59，我有接话全了307次了。我们是新竹人站。新竹人站刚好到高雄路程中，这次真的是到高雄站路程中。下一站左营奥吉站左营，下一站左营 ，next stop 左营。1180PV 之前啊，一节、二节、五节啊 ，PP 车厢 ，PP 之前啊。记录这边的话，应该就是要记录高雄地面化的最后那几天了，最后这几天的营运。全部都会变成一个，全部都会建，是现在所已经看到的。之后地下就是全面安民梦，就跟捷运差不多。
车伫高雄站换车，下一站高雄，从车底隔离下，下伫高雄站换车。Next stop, Kaohsiung. Passengers for the MRT, please transfer at Kaohsiung Station.地下化的新站，新站，云城路平交道。戴尔桥城的3148还是三一什么？哎，我忘记了，切。好像3144。3144是从屏东线靠嘉义的。一带尾桥前站，然后五三站。这些影片有点长，是因为在拍的路程，地面化的路程景。因为这边深头就看不到了。三块出站。
到店里头去看看。又来到，又再度来到高雄站。左侧开门。下车时，拜拜，请您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。Please mind the gap. Thank you.